咱们回去吧，不然一会儿牛头马面啊，该来巨人了。咱们出去看看，快走！我也有点害怕。你害怕啥？咱们亲兄弟，你把心关怀的放肚子里啊，隔着石栏就出来，出来放贼呢。看这底下这么大，跟座城一样，肯定有宝贝。谁会把这么大一座城藏在地下吗？你管他谁藏，藏宝藏宝。 有宝，咱就发了。金子，快快快快快，给我拿着拿着，快快快，真的是金子！我就说有宝，兄弟，咱们哭啊！这还有，来来来，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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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个地方呀？阴森森的呢。我不是哪个王侯将相的坟圈子。 我怎么觉得下面就是奈何桥，前面就是阎王殿了？妈妈，我怕！闭上你那张满是封建迷信、一口黄牙的破嘴。不过，这地儿是很邪性。干活。哎，那五个人下去多久了？快一刻钟头了。什么东西平白无故的往地上砸一大坑，怎么就敢下去？ 乾隆逆排离火复工，寻龙走脉访七星。别躲灯，好嘞。北斗城局地心归位，紫薇破阵天下明。好。来，给点钟。 哎，宝葫芦，你这老骨头不会上膛吧？你跑到北马干什么呀？炸膛，不能吧？哇！四组灯都照不全，这地方到底有多大呀？宝葫芦。
照明区域不够，光凭书海量天法算不出具体方面。但这格局诡异，怕不属于人类目前已知的任何文明。社长，怎么办？先把那几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找回来，这地方不对劲。其他人呢？都死了！啊，小虫子，大虫子，小虫子都要人命啊！ 咱俩先下去，你救人，你一个人行不行？那你们去，回见，保重。少爷，来呀，都来听我呀！啊，告诉你们，算命的说了，我能活99。 就你们这几条有头没尾的傻虫子，你还想吃我啊？来呀，来呀！
带你回家喽，那这我心爱的小金鱼，它在水里游来游去。哎，疯了吧你？你酒精？我肚子这儿啊！我说阿辉啊，你也够惨的呀，怎么就全遮脸上了呢？
癞蛤蟆过门槛，又小鼻子又小脸的，要不是为了在你跟前露脸啊，怎么全站在他那张大驴脸上了？这叫啥？这叫报应。哎，对了，那个，我听说有人上报说镇上来了个奇怪的陌生女人，人找着了吗？没工夫，等师叔去醒了，他自己去。年底从工钱里扣啊！都这德行了，还不忘剥削劳苦大众这点事儿呢？你八十岁之前千万别死啊！为什么？早死一天你都还不清呢！我是怎么了？你怎么了，社长？社长，报应！你没事吧？快起来！你没事吧，社长？你们没事吧？啊！我是说在地宫里。什么地宫？地宫。社长！社长！社长！什么地宫啊？社长，没事吧？楚奇，我他从来不吃甜食，生病了。练功走火入魔，八成跟上东西了。邪棍无耻，大驴脸，给我滚出来！臭不要脸的，你个驴脸啊，给我过来！黄瘸子不来偷了，你又来偷，少给我整这出！真可以，还有吗？七兄弟，这是你吃的，不够跟嫂子说，咱家有的是。你家，你家。哎，这小寡妇还两副面孔。你说啥？二嫂啊，今天心情不错啊。可不咋的，那个总来偷蜂蜜的黄瘸子终于死了，老娘能不高兴吗？黄瘸子死了？这高无上的神人，愿您保逝者安息，保贞子平安，让这危害人间的魔鬼受到您的处决吧，伟大的天哥。这就走了，领导，喝杯茶呀。这是喝茶的地儿吗？挺有雅兴啊，沈队长。走好了，您嘞。你说族长这老梆子，给这非心非腹的黄瘸子安魂，不知道又从镇上捞了多少。三年青枝县，十万绣花眼，这老话都有道理啊。再看咱哥俩，被这老娘们当牲口使，这是咱干的活吗？真毒！不毒能叫舍菜花？这辈子谁娶她谁倒霉。失踪案破不了，凶杀案也破不了，卖个厉害坑吃瘪肚子，废物都是不是？在那边。猜不着。小石头，你来干嘛呀？哎，花姐，你也在啊？我来查个案呢。四个黄瘸子也属于你们的业务范畴啊？查着玩，查着玩呢啊！戴着点手套，兄弟，别脏了手。还是花姐心疼我。小郭，夜深。
地上凭空出现的脚印，除非有人飞落这里，开始行走。地上到底有什么值得你一次次冒险出逃？你每次回来，罗布镇附近磁场紊乱都会加剧。还有，送你回来的另一个人是谁？那个会飞的人。都逃不掉的。就知道你在这儿。看多了社里那俩货，心里烦。哦，对了，先说正事儿。那黄瘸子的验尸结果出来了，死亡时间是在中午，伤口奇形，不像人为所致。而且，黄瘸子血液里有大量的血凝素存在。传说，戈壁上有怪物出没。你说会不会是？相公，你记不记得黄瘸子说过一件事儿？他说，他曾抵达过一个边界，那里风沙很急，就像是有意在阻止他的脚步。他费尽千难万险，穿透一层层厚重的连门连绊的风沙后，有一座很是奇特的城，在前方等待着他，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知。前人啊，将诸多奇闻异事整理成册，其中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你看，神功天降，夫人而起。嗯，足声祥云，如履如莲。雷霆贯耳，目不能绝，如灵通窍，魂游千山。近时有一农夫，熟睡中被一神秘人缚于背上，腾空而起。农夫无感恍惚，身体如在一层层柔软的棉帘中穿梭，醒来时竟置身于千里之外的一座古刹之内。那你的意思是？空间感。就像这杯水，假设我们所处的空间是这杯水，杯子里面水平面线以上看似空无一物，但是空气确实是实际存在的。如果单一磁场代表单一空间，那么罗布泊长期性磁场紊乱就是代表着不同空间在互相干扰。那我们凭什么断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不存在其他未知空间呢？黄瘸子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但是有人不想让他把这个秘密给泄露。没错。知道你在，虎子，娘知道你在，娘看到你了，快出来！是你救了我吗？妈不嫌你，你也别嫌妈。虎子，快出来吧！虎子又是谁？
儿子。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怪事儿不少，门窗关好。什么事儿啊？怎么那么熟啊？黄瘸子，他不是死了吗？闹鬼了！闹鬼了！哪个臭瘸子？大半夜报丧啊！闹鬼！我这清查鬼见愁啊，跟我提鬼。250吧你！啊！你不知道白天不提人，晚上不说鬼啊？赶紧给我滚回去！你死神棍你！呸！应逢沉沉，必有妖。撤。娘，姐姐怎么了？哎，被咱们吓的呗。谁半夜看到咱俩这样，不害怕呀？哦。啊！你别过来，孩子，别害怕。你别过来，我们不是鬼。这阵子啊，看着平静，其实常有怪事发生。比如，一个好端端的人突然发了疯，要不身体就畸形，或者是生下来就是个怪胎。就如虎子，而他爹没得早。就剩下我们娘俩相依为命。虎子五岁时啊，还都正常，镇上的孩子都爱跟他玩。谁知现在，看来错乱的磁场辐射影响了生物细胞的结构，导致基因变异，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啥？没什么。我是在想。镇上发生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调查过是什么原因吗？族长老爷说，这是天格尔降给世上罪人的惩罚。倒也有人不信，就像石初七。石初七是谁？镇上的孤儿。他说，族长老爷是个蛊惑人心的神棍。他为了调查这各种怪事儿，专门成立了一个妻子社。妻子社。
徐峰西来五尺一顺，西北一里半，好像是靠着曹家。走。那黄瘸子不是死了吗？这大半夜的，多吓人呐！就是啊，保安队维护一方治安，花姐，你可得查个水落石出啊！花姐，给我们个说法呀！哎，我还听说呀，那老妖怪专门就爱吃小孩儿，这吓得我呀都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出门了。这关老妖精什么事儿啊？那是诈尸，诈尸，诈尸，僵尸！这一只僵尸到处乱逛，这今后日子还怎么过呀？对呀，怎么过呀？别吵吵了。僵尸？好端端的哪来的僵尸？老娘就不信这个邪！是，我就说这保安队靠不住。对，一群酒囊饭袋，这种怪事儿还得找妻子社，咱来错地方了。走，不是你们找他去，你们走走走，别走啊！别拦我，走，哎，滚！天门开，地门开，六丁六甲送魂来。康二嫂呀，高处下了低处来，远处下了近处来，摸摸毛吓不着。管用不？死宝葫芦，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把撞鬼的给降了？死宝葫芦，臭宝葫芦，气死老娘了！二嫂子没事吧？保安队一宿接了十几个报案，都说黄瘸子诈尸了，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小石头他们呢？都去坟场了。哎，花姐，你说这事儿能是真的吗？不可能的事儿，黄瘸子是我亲眼看着埋的，也是我亲眼看着活的。吕莲，要不咱们回去吧？你看着给我吓得三魂渺渺、七魄茫茫的。瞧你这点体子！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别吓我，我怕。你俩过来，看，这是溜达一圈回来累了，疼会儿。妈呀，见鬼了！我看你像鬼，浪浪前回来就你鬼话连篇的，逼着你这样封建迷信，满口黄牙嘴啊！哎，你醒酒了。大半夜的给人送去啊！我，老王头，你闲的整这出啊？我这不是寻思着给自己壮壮胆儿吗？这是天一黑，鬼一叫，孟婆端汤，阎王笑，千年琵琶万年筝，一把二胡拉一声，破碎皮囊。臭烘烘，唢呐一响，全剧终。征兆，征兆。花姐，你别着急，社长他们会调查清楚的。妹子，举头三尺有神明，有些事儿咱不能不信啊。老娘从来不信邪。别说黄瘸子活不过来，但凡他真活过来，老娘也再毙他两回。我告诉你们，但凡他要是敢过来，这个声儿……你也要在这样住？
打！别打我！你们傻愣着干啥呀？快放开我！太多了，哎，得了！什么？大力士！救命啊！原来哥从这，过来哥从这，强盗防范未破，瘸子，部队在呢。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等这些低等种族全部死光吗？石头，到底怎么回事？给个音儿啊！你们不是专业的吗？黄瘸子死多久了？啊？你说哪个？你说哪个呀？哦，差不多整整一天了吧。两个黄瘸子死相完全相同，可身上的伤口和尸斑的位置却完全相反。最奇怪的是，两个黄瘸子的心脏位置也恰好相反。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两个黄瘸子之间存在着某种未知的联系。第一个黄瘸子死亡一段时间后，第二个黄瘸子也会死亡，并且死状保持一致。不无道理，可是第二个黄瘸子从哪来的呢？他一直叫你名字来着，石头，石头的。石头。嗯。哎，黄瘸子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啊？都是些破烂，没什么价值。啊，除了这个玩意儿。哎，这个东西，这是什么物件？别动它！你是？她就是那个奇怪的女人。哼，长得倒还有点模样。社长。社长，哎，人呢？这个东西，你们不能碰。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子社社长，我是副社长。这些都不重要，他们都是我手下。我叫石初七，我叫阿辉。哎，这就是七子社。对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子社。拉倒吧，拢共四个人，穷寡妇赶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哟，二嫂，我不是说你啊。不过姑娘，这东西啊，我们还得研究呢。以你们目前的认知，怕是研究不了。为你们好，相信我。他还是被启动了。姑娘，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啊。是啊，愿闻高见。我说了，你们信吗？如果颠覆了你们的世界观，接受得了吗？我们妻子涉稀罕玩意儿，海了去了。这个你也没见过吧？你这是从哪儿拿的？给我！哎，姑娘，虽说你长得好看，但也不能什么东西都要啊。嗯，到底给不给我？我这点家当。还得留着娶媳妇儿呢，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八六零幺，
我说了，这个东西是我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呗，干嘛打人啊？看不下去了，老娘等了半天了。铁筷子我见过，大杨嫂，我是来给他送蜜的。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见。那天大杨就跟疯了一样，可把我吓着了。后来我解释了好久，他才放我走。说起来，半年前那个案子好像跟刘大杨也有关。对，半年前七名镇民相约外出寻宝，结果三个月后只有刘大洋独自回到罗布镇。为了调查详情，我和辉哥还专程去了趟刘大洋家问过话，可是刘大洋拒不配合，还把我们赶了出来。从那之后，一向热衷寻宝的刘大洋跟变了个人似的，对于寻宝只字不提，性格大变，行为诡异。你到底是谁？你知道些什么？我是一只白鼠，一粒尘埃，不光是我，你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别故弄玄虚，说得好像我们多傻似的。好像真的是傻子哎。空间的维度不同，就像人看蚂蚁，蚂蚁看人，我们的脚一抬一落，或者说半杯茶水一根火柴，对于蚂蚁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我们人类的天灾，在更高的智慧维度眼中又是什么？说到底，这个东西不属于我们人类。它被发现的那个时代，因为无意间被人类触发启动，机缘巧合，就像刚才一样，镜像出一条鱼缸里的鱼，所以它有个代号叫双鱼玉佩。不久之后它就失踪了，后人对它的猜想和传说有很多，很多人认为它是一块雕刻着阴阳双鱼的玉质物体，其实并不然，双鱼玉佩只是它的代号，而它是来自更高维度智慧生命的镜像装置。族长大人，您要举办祭祀大典。最近镇上怪事频繁，镇民失踪在前，黄瘸子诈尸在后，必是天谴前兆。我身为罗布镇一族之长，伟大天格尔的使者，心系众生，慈悲为怀，
虽然不能坐视不管，天谴还是人为，早晚都会查清楚，不是吗？不过去年风灾您也这么说，您说妖言惑众的秦大伯他老伴儿被您一场祭祀大典给烧死了，现在秦大伯人不人鬼不鬼的疯了心智，每天拿着菜刀在地上砍，到最后风没停，人倒丢了不少。今年不同，我夜观星象，四星七宿，星象暗淡，各不思之，必是天谴前兆。所以祭祀一事，还请保安队全力配合。我想知道祭祀的对象是谁。这你不必多问，到了那天，你自然会知道。既然如此，劳民伤财毫无意义，告辞。佘赛皇，你给我想清楚，你本不是我的族人，你被官府通缉，落草为寇，流落至此。若不是我收留你，你现在早就掉了脑袋，或是渴死在大漠里了吧？耍性子，还轮不到你。你谁啊？这头吃的跟四喜丸子一样，你干嘛啊？哦，看上人家雪萧了吧？透露个底儿，啥底儿啊？你知不知道雪萧不喜欢香菇啊？他昨天跟我说了，只要你说香菇不好，他就跟你好。真的假的？你是不是又给我挖坑了？真的，你没看我脸不洗牙不刷，为啥？就是给你机会啊，兄弟，你得把握住啊。这还不明白？知道了，爸爸。还挺好看的，多合适啊！也不看看谁的衣服。你看，我这身材多好。Good morning, lady。是得把他累死。我坐台湾别人说两句，你是鬼啊？什么时候倒饬的？你记得那个承诺啊？这谁的衣服啊？这件衣服啊。香菇借给我的，好看吗？怎么能是好看呢？那是相当 perfect。这衣服就得看谁穿，他穿的就跟那装老衣裳似的，穿在身上劲儿仙女。你不是喜欢他吗？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我怎么会喜欢他呢？你没听这子里的人说，妻子社的女人是老虎，见了千万要躲开。喂，现在在我背后嚼舌根是吧？打不死你我！哎呀，打死的，往死里揍的，叫他一天欠欠的。朱七兄弟，你先喝点水，大杨他一会儿就出来了。嫂子，不用麻烦了。哎，嫂子，啊，你的脸……啊，没事儿，没事儿。初七兄弟，有日子没来了。大杨哥，你脖子上是？干活时受了点伤，不碍事儿。大杨哥，哎，有些事情想请教您一下。兄弟，你说。这东西你见过没？没，没见过。这什么东西？奇形怪状的。那好，打扰了啊。大杨哥，您留步。俺们请教这位是朋友啊。
走了啊。初七他们走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冤有头债有主，人送念来天打鼓，镇外一族千千万，族长才是大老虎。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你活着，我就活着。上半辈子被你享受完了吧？这下半辈子该我享受这人间清福了。快吃！你要是饿死了，我就杀了他给咱俩陪葬。直接杀了你！本体死亡12个小时以后，镜像体也会死，就像黄瘸子一样。这么说来，是黄瘸子偷了那个刘大洋的镜像装置后出逃，无意间镜像了自己。可没想到，镜像体在黄瘸子下葬后，诞生在了棺材里，这才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大致如此，但黄瘸子本体的死还是个谜。阿七兄，快去救救你嫂子吧，她随时都有危险，我求求你们救救她。谁呀？嫂子，是我，香菇。啊，来了。那个嫂子，说留点针线活，你知道我的，我不会那些，要不帮我去做了吧。啊，行，那咱走吧。等等，香菇，你嫂子今天不太舒服，改天吧。我没事，香菇，咱们走。你可不听话呀。唐阳哥，你干嘛呀？我就找嫂子去做点针线活，
这不去就不去呗，你这是干什么呀？拿我当三岁孩子耍？小顾，小顾救我，他不是他呀。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都是一副臭皮囊。你们都别过来，不然我勒死他。别冲动，你把大洋害得还不够惨吗？他好不容易从风暴下生还，又被你这个冒牌货囚禁起来虐待，现在穿帮了，你何必还要一路走到黑呢？风暴？你真以为那些人死于风暴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世上罪恶不过人心，有时候啊，人还不如畜生。他刚才的话，这意思好像是……社长，快回去吧，刘大洋死了。啊！让你俩看好刘大洋，眼皮子底下都丢了命了。平时一个比一个嘚瑟，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我和阿辉刚把他带回来，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就叫唤了一声，紧接着血就从胸口那流了出来。说来也怪，屋里就我们仨。哎，紧接着好端端就死了。嗯，你把他怎么了？你不就是刘大洋吗？我到底是不是刘大洋？说。是。放开我，我不要死在这儿，放开我，放开我。虽然你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说的感觉我像鬼一样。世界的定义是人类所在地球上的一切活动范围。我想茫茫宇宙不是地球上才有人吧？啊，行啊，你对宇宙能有这样的见解还挺超前的。从天圆地方到地心说，再到日心说，人类围绕着太阳系争论了几百年，后来我们才知道，宇宙是一个无限大的质能量体，太阳系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沙成尘埃。嗯，哎，这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这个是旅行者号户外太空探测器，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处给地球拍下的照片，就在这儿，看到了吗？就是这个被圈起来针尖大的光点吗？对啊，就在这个小点上，你每一个爱过的人，你认识的人，以及你听说过的人，和每一个存在过的人，都在这里过完一生。对于宇宙，我们确实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继续探索下去，因为我们需要未来，我的，后人们的，全人类的。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叫七子社？哦，传说龙生九子，各有所好，第七子名叫碧岸，能探解未知，明辨是非。况且七子社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起的，是前人们辈辈相传就到了今天。哎，你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啊？
知星球，前方探测出不明区域。已到达未知星球，前方探测出不明区域。弹射逃生舱，飞船受损，尽快弹射逃生舱。原来是这样啊！等等等等等，你说罗布镇外面是什么？外星城市，我们这里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是不是看花眼了？不，我想我看到的都是真的。那这么说，我也到过那个地宫了。但是我一想那些，我就头疼，一头疼，我就无法再继续想下去。你突然嗜甜，是因为你的细胞急切需要缓解。错乱的时空所造成的部分记忆空白带来的不适应感。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被人监视，被人洗脑，被人抹去了一些记忆。来，等等我，等等我呀！哎呀呀呀！干了，干了！花姐，都这么熟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来请客啊？德行！请你客还这么多话，花姐来。花姐，花姐，我陪一个。我也要喝。阿辉，你最近不是还练歌了吗？不是说还想找机会跟雪橇唱一个？哎，我那棉裤裆什么都往出咧了呀？哎，阿辉学唱歌了。那还不给大伙儿唱一个呀？唱，来唱，来来来，唱一个，唱一个，来来来，唱。好了吧，好了吧，那你们要这么热情的话，那我就为大家演唱一首我精心练习的歌曲，好吧？好。将今晚古道边。万丈碧连天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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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镇上动荡不安，怪事频繁，镇民性命朝不保夕，弄得人心惶惶。伟大的天杆授意于我，说这一切都是魔鬼在作祟。你，哼，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神棍。这家整的一套一套的。督察，你该去说书啊，金瓶彩挂，全凭说话。族长大人，我们七子社是一个研究科学的地方，至于您说的魔鬼，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我们也没见过。您还是请回吧。就你们掌握的这点技术，也叫科学，少大言不惭了，懒得跟你们废话。族人们，抓住那个女人！等等。要抓人也是保安队的事儿，还轮不着你们。保安队，保安队被我派去公干，怎么想搬蛇队长来当救兵吗？
他得听我的，我是族长。就你造型，都给我上！哎，干什么？别打！只要是敢打花儿的东西，我跟他玩命！看什么看？你自己长得很帅，哎，你怎么打我？啊！年轻人不讲武德呀！他们带走了。族长说要拿他去祭天神。要我兄弟，我整死他！得想办法去救他。别骗我们，他说的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值得吗？他们说他是魔鬼，所有人都要他死。初七，是所有人。你不是喜欢他吗？你也不想去救他吗？天格尔指引我们抓住了魔鬼，我们该怎么办？
杀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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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你就如神一样，但是神不会做如此下作的勾当，何必以真面目给他们看？兴许他们还真就把你当成神了。一派胡言！初七，你想违背天意，与神为敌吗？我的神在心里，不是你。黄瘸子、刘大洋、秦大伯老伴儿等等，这些年在镇上莫名其妙死去和失踪的人，都是你的所作所为。一派胡言！保安队，在抓住他。石彩花，不要忘了你的身份。花姐，保安队，把枪放下。早就知道你们蛇鼠一窝，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这句话你应该告诉你自己。就是他，石初七，就是他引来的魔鬼，令罗布镇灾祸连连。族人们，抓住他！过来！
救不了他真相，为花姐报仇。咱们现在就去揭开谜底。不能再往前了，小心。何处书，周流万虚，变化无穷，象征时间。洛处书，依旧变数，五速俱全，象征空间。二者合一，皆为时空。这地方我好像来过。是的，不久前你们都来过，只是不记得了。人类伊始，一群高维生物从天而降，为了获取地球的资源而建立这座时空基站，用以连接两个不同的时空维度。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群高维生物试图奴役这颗新生的星球。为了夺回主权，人类奋起反抗，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终将入侵者驱离。这座时空基站也随着历史淹没在了尘埃之下。殊不知千百年之后，这座时空基站却成了逃离这里唯一的方法。我们这儿的东西你怎么这么清楚啊？就像你对着镜子里的你一样熟悉。金子，别碰，那是玉。玉，我想起来了，《七子手册》记载，玉乃一种以黄鹂为食的三足怪虫，顺其自然。何不要面？我知道了，那是怪哉。七子手册记载，怪哉乃世人幽怨所化，藏于不见天日、阴暗潮湿之处。也没有那么深，这些啊，只不过是普通的沙漠蠕虫。由于尾部退化，表皮没有覆盖，导致它的尾部和沙石粘在了一起。古人喜欢把超出他们认知的一些事情，加以修饰，传于后人。学校。你现在必须要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因为我们信任你。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进化装置是物证，而你们呢是人证。我受命来此调查，需要把物证和人证一同带回地球，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解答。你在说什么？这不就是地球吗？我来自地球2037年，那个时候的地球已经不再是一颗蓝色的星球。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地球损耗的越来越大，环境污染、海洋垃圾、地质破坏、生态灭绝、战火弥漫，千疮百孔的地球已经无力承担儿女们贪婪的所求。
于是我们开始向浩瀚宇宙敞开探索，试图寻找另一颗宜居星球来延续文明。无数次探索之后，我们发现了距离地球1400光年之外存在着一颗与地球高度相仿的生态星球。我们本以为找到了延续文明的希望，但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颗星球竟是被一群外星高智慧种族以地球为样本，通过镜像装置创造的人造类地星球。这颗星球的资源早已被开发，它被外星移民所抢占。但外星文明创造这颗星球时，因为时空紊乱出现了纰漏，从而导致地球上一个地区的生命体也被镜像到了这一颗人造类地星球上。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地球是镜像体地球。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地球人的镜像体？是，所以我的心脏在左边，而你们的在右边。妈呀，活了别人的一辈子，我好想哭啊。悲哀啊。他们很聪明的，为了伪造出真实的地球假象，竟拷贝地球历史进行中的进化信息，伪造了这一区域的年代以及地貌变化。但由于在拷贝两个不同星球间的信息中途产生了速度差，导致这里的时代发展速度比母星延迟了数百年之久。这里的人也不被允许走出这座牢笼一步。这就是黄瘸子和刘大洋被害的原因吗？那杀他们的是？当然是我。你还敢来？初七呀，你把我身上打了那么多个窟窿，我总得缝缝补补再来见你们吧。要知道，对于我的种族，仪表是很重要的。我呸！你二舅一脸黑，说话不怕闪着舌头。今儿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们俩快走。我不走。总好过都死在这儿。走。怎么呀？Ah!
舒淇呀，你又把这副皮囊弄坏了。不过，我也真是受够了。我的妈呀，他好丑啊！我受命监管你们，但早已经受够了这副臭皮囊和你们的不智。在你们这群低维度的小白鼠眼中，能够呼唤唤的高维度外星文明，当然如同神一样的存在。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精神霍霍的没法待了，才琢磨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我是不何必笑瞒，任何文明的延续发展都要以所在星球的资源损耗为主，但我们星球一直和平共存，你们呢？这远古管的是什么呀？咦，怎么像个眼珠子呀？精绝古国以眼睛为图腾，传说中精绝女王的眼睛有一种神力，她的眼睛看向了谁，谁的灵魂就会被上天收走。真的假的呀？这只是个传说而已，现在没空解释那么多，你一会儿得听我的。劲儿啊！
就是爱情的力量。没让大傻哥弄死，我能被俩膈应死。罗莎里号1804年沉没在了地球另一端的百慕大，没想到经由海底连接两极的地球之耳，穿过地心遗落在了这里。那这个呢？这是一座时空基站建立之初外星文明赠送给人类的礼物，精绝古国的神秘消失也跟他有密切的关联。他带走了精绝国的国民？不，他带走了整个国家。快，到船的另一边！